何判断哈士奇纯不纯？只要给他一瓶酸奶。你在叫啥呢？哎，你在叫啥了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快起床啦！我室友等下回来了，快起床了啦！你在干嘛呀？怎么还不起？老子居然没有男朋友！来来来，大家看看啊，这就是打王者荣耀输给人三年级小孩子下场啊，帮人家写作业。你说说来，我采访一下你，你丢人吧？你玩游戏就玩成这样了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什么你能有我这么天真善良、活泼可爱、美丽动人、性感火辣的姐姐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啊？你什么态度？小肚子，什么东西，什么态度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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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买，我买我买，价格合适，今天我一定。是一只大大的玩具熊。最后埃德蒙赢了。妈妈，这个游戏玩好了。莲子，我用手把这个瓶盖子给我拧开，给你50块钱，成交。牛逼！啊，不喜欢爸爸啊，不喜欢爸爸。好了，没有爸爸了，没有爸爸了。你看一下，好吧，没有爸爸了，你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啊，没有爸爸了啊。爸爸不见了啊。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，你在远方的山上。我去喝豆皮。你是洋葱，你不是风信子，你开不出花。那海水可亮可亮了呀，滚。